哦，你看前方的房子，前方的房子，看到远水空逢美食处，有看到？哦，你看那前方的房子，那个古代是那个河道呢，从叶金港那边的那船开过来，到那旁边的电影城叫。永城戏院，永城戏院，哦，北华宫，那么供奉北极玄天上帝有关的北华宫。哦，你看那演奏那个，哎呦，年纪那么大了，还要这样走路，还要弹乐器呢，辛苦辛苦，走路都很辛苦。怕会晕，怕会站不稳。几年前呢，听他弹乐器，要给他100块哦。哦，来看花灯的作品。哦，来看花灯作品。这南边呢，就是河道，河道，然后那个哦，都有花灯的作品，一直到前方那边哦，到南榕科技大学附近，都有那个花灯的作品。然后这边的路右转哦，过了河道南边呢，还有那个什么哦，你看赏花的有没有？今年没有看到赏花、啊，有花海、啊，以前都有很多颜色的作品的、啊、花、嗯。哦，你看有花灯作品，就在河道、嗯嗯。哦，就在河道那里，有的在河里面，你看。花灯作品，还远水一经港参观，有的在晚上才会好看呢、啊。有的要晚上来看才有那个光影效果。新宁天河湖那边，哦，停车也很方便。然后北边呢，还有赵子龙的庙，啊，你看。花灯作品呢，在到这附近，到那个南榕科技大学，南榕科技大学的西南边，哦，作品呢，摆放的位置很，范围很大，前方附近的盐水你要需要留意啊。往右往前还往右都有那个生长的地方的牛膝啊牛膝啊前方那个东西向的路叫朝琴路哦台湾光复后很有名的人呢黄朝琴盐水人贡献很大的那个路名字叫朝琴路来那地头港那么头港南边那个嘉南大圳北边那个那一条路啊叫潮什么路的潮兴路还是潮什么路的